咁兩個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嘅關係咧，其實就好多方面嘅思考嘅。好多人咧認為我咧就對俄羅斯啊好有戒心，咁啊我就不足係即係掛齒啦。咁啊有位咧就係、是、俄羅斯嘅學者，甚至乎咧係被為叫做思想家，我都介紹過佢啦，叫做道金啊。呢位道金亦都係好防中國，我又唔係好似啲人咁咧，成日都話中俄關係咩翻影翻影咁啊，喺度翻影。佢一路其實就提到中國咧，其實咧就係、是、應該俄羅斯係應該要防範中國嘅。咁啊，今次咧有篇新嘅佢嘅睇法啦，咁就俾一位內地都有著名嘅叫唐伯虎啦，佢係軍事嘅領域嘅作者，因為唐伯虎都相當之多嘅 fans 噶，咁啊佢今日咧就係、是、提出一樣嘢，喂，道金呢位先生咧就講到話，如果中東戰爭一旦打響，道金希望中国首先啊选边站嗱，呢一个系咩逻辑咧？好简单啦，即系唔讲佢背后嗰啲嘢啦。唐伯虎就话：我根本成个中国都系做调停啦，我哋立场咧就系叫做系和平啦。咁咩站队咧？咁啊中通打仗，咁我哋站咩队咧？我哋一定系站在和平嗰个队噶嘛，系咪啊？咁但系呢位道金就话唔系，今次咧你就真系唔能够可以叫做好似叫做咁平衡噶咯噃。换言之咧，咁唐伯虎咧就直接啦，直透啦，即系唔好讲佢啲枝节啦，直接讲就系到今一贯嚟讲咧，都系防中啊，即系防中啊。佢谂法咧就系话咧，如果譬如中东真系要打响战争嘅话咧，中国一定系要加入呢场嘅所谓嘅叫做系军事冲突，最好系打成第三场世界大战咧。而中国、美国同埋中东呢啲国家咧，完全咧就系水深火热，咁啊最好啦。咁当然啦，唐伯虎就一眼睇出，如果出现呢啲咁嘅情况，中国被拉落水嘅话，最有利益个边个咧？当然系佢哋所设想就俄罗斯啦。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头先讲到啦，就系俄乌战事，首先咧就会系被抽出嚟，因为美国都冇咁嘅能力啦，系面对咁多嘅火头。好啊，同一时间美国可能嘅实力都会受到削弱，加埋如果中国都拉埋落水，咁我唔知中国系咪一定要支持伊朗啊，定系一定要支持美国啦？即系总之唔知。总之佢话喂，中国一定要落水噶啦，咁样佢咧呢时冇大问题咧，就佢讲出个理由嚟讲咧，首先呢样嘢咧，我哋唔会靠边站啦，靠边站我哋都系喺和平嗰一边站啊。咁美国同以色列嗰种嘅恩恩怨怨咧，系其实美国同以色列同埋呢个嘅中东嗰个矛盾问题，我哋尽量咧就系希望好似乌克兰嘅战局里边一样咧，就系叫做系劝和促谈。咁所以咧亦都见到咧，就其实咧就系、是、俄罗斯亦都有人咧系防范呢個中國係好早好超前啊！咁呢個亦都啱嘅，因為兩個嘅超級大國喺歐亞大陸或者歐亞非大陸嘅板塊咧，一齊改寫咗呢個世界秩序咧，係取代咗係西方嘅領導嘅話咧，必然咧係出現呢個真空啊！我上半節就講咗阿李剛要就講亞太地區嘅美國嘅領導問題啊，當時冇俄烏戰事，當時冇中東咁大矛盾。啊！亦都唔知道美國原來可以引得咁，即係個國際可以發展得咁猖狂。嗰陣時咧，佢都覺得係美國唔能夠穩定大局，唔可以再維係到佢個霸權同埋領導嘅地位嘅時候咧，所以咧到今亦都係好早諗住，如果就遲啲美國將會係靠邊站嘅時候咧，中俄就會企出嚟㗎啦。呢、这個時候咧最好咧就中國咧就落多啲水啦，係嘛？即係淌多啲浑水，你自己自顧不暇嘅時候咧，咁啊呢個俄羅斯咧，到時咧就可能會係一枝獨秀啦，呢、这個咧就係佢嘅睇法。咁啊，唐伯虎咧就係好希就好清晰話俾你知我哋嘅立場啦，講清楚我哋嘅立場啦，同埋話俾大家知就話，俄羅斯咧都有啲學者咧，其實咧即係叫未雨綢繆啦嚇，佢甚至乎係從佢哋國家嘅利益同埋從佢國家嗰個嘅歷史同埋戰略嘅思維嚟講咧，係冇錯嘅，因為每一個人咧都係為自己嘅國家利益最大化。包括我话睇一转啦，包括运动项目都系啦。嗱，以前嚟讲咧，好多人咧就系对中国嘅运动咧系相当之鄙视。除咗成绩唔好之外咧，就譬如话有啲嘅某啲项目嘅成绩，几优秀嘅，譬如好似体操都好啦，呢啲咁嘅，我做记者做咗好多年啦。唔好意思，我再讲一次，我系资深嘅傳媒人啦嚇，我睇過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新聞啦，即係每逢去到呢、這個奧運前後，即係由細睇到大噶啦，即係我真係見到咧，
当中国乒乓波占优啊，当或者中国嘅体操占优嗰段时间咧，就会有声音出嚟咗话，根本呢啲咁嘅冠军啊，系啲咁嘅极权国家制造出嚟嘅一啲咁嘅人版嚟嘅，基本上咧都唔系做运动，完全同嗰个咩嘅体育精神系无关。哇！嗰啲细路仔惨到咧，3岁咧就俾人哋抢走咗去呢个嘅国家队集训嘅啦，咁即系差到唔知3岁定5岁啦。哇！體操嗰啲咧，哇，又要壓腿啦，又要咬腰啦，哇，慘無人道啊！可能咧中間好多人傷殘咗啊，你唔知咁樣喺度抹黑中國，喂，喺度塑造自己咧。我哋歐美國家咧，既係高尚嘅一種競賽精神，亦都係為體育而戰。我哋體育啊，唔在乎金牌噶，我哋體育咧就在乎咧全民健唔健康啊！真係廢話到唔廢話，即係今日睇翻嚟啊！咁咪點樣咧？呢啲亦都係國家嘅利益嚟嘅，啊，叫做話輸人不輸陣，國家強代表你嗰個國力強。好啦，今次好出奇地咧，拎住一個舊聞，一個佢哋嘅所謂嘅服用呢個嘅興奮劑嘅事件咧，就不斷去呢個係製造話題嘅時候咧，突然間因為咧就發覺到原本咧中國好少。即係喺運動方面咧咁勞氣嘅，因為成日咧我哋咧可能有個魔咒咧，就似乎係我覺得咧就係、是，我哋應該咧點講咧就係、是、要謙謙君子，咁啊於是乎咧就係話咧就係、是、應該要謙讓嘅咁，突然間今次咧即係實際上忍無可忍啊，無需再忍啦，我話爆出好多嘅反擊啦，咁首先嘅反擊，我見到張雨霏就已經係衝口而出。就話喂，你同我講咁多嘅咩嘅興奮劑？喂，你話我哋嘅運動員好似呢、這個潘展樂唔應該可以破到100米啊？呢啲唔係人類嘅紀錄。咁佢講話你哋咩菲比斯啊，都唔好再講話嗰陣時我哋嗰個史不知。喂，攞咁多面金牌，你有冇質疑佢？咁你係咪非人類嚟嘅咧？哇！我唔同你講佢嗰個理據啊，就話俾你知中國呢個態度好積極。運動員咧，如果我諗好少有咁出格嘅，因為我哋實際上咧都好顧及咧，就係、是、叫做係大家咁情面啦，即係喂4年先一次係嘛，嘥咁多錢搞都唔係搞選 party 啦。你唔係太過分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唔會有呢、這個嘅即係叫做咁嘅反擊。但係而家唔係話人哋做得過唔過分，而係佢哋根本上美國就叫做一脈相承咧，喺製造。中國嘅產能過剩啊，中國嘅呢個不公平嘅貿易競爭，同一個調子之下咧，就要講話中國其實做乜嘢咧，都係基於咧係異化，體育都係有異化，異化就話我哋比賽你就唔係，你係製造金牌嘅啫。咁而呢樣嘢咧，就企圖係否認中國喺任何領域嘅突破，網球也好，游水也好，呢啲係白人嘅傳統優勢項目。咁啊，我係根據邊個嘅説話咁講咧，就唔係體育評述員喎。嗱，真係話俾你知，體育咧係需要重新定調。我同你講呢班説話嗰個咧，就係一個係郭正亮，一個咧就係界明級，佢哋都係做政治評論。佢哋咧就已經係好敏銳咁講到話，喂呢、這個咩政即係體育冇政治嘅呢啲咁嘅體育無國家呢，已經係廢話謊言啦。二次大戰開始咧，即係你知啦，希特拉你要利用佢哋嗰個嘅。開幕儀式啊，或者係利用佢哋嗰個嘅優勢咧，係製造佢哋自己嘅國家嘅團結力量啦。咁啊，被西方啊批評為呢個政治化。咁但係去到咧，其實到俄羅斯同埋即係當時蘇俄集團同埋美國，亦都爆發咗喺幾十年前啦。即係我讀中學嗰陣時候啦，應該讀我中學嘅唔知，總之係未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睇到呢個亞特蘭大啊，睇到呢個莫斯科運動會，得互相都係喺度係政治化，互相都係杯葛嘅喎，係嘛？咁啊，之後就變咗佢哋嘅國家宣傳咯。咁啊，中國不嬲都冇做呢樣嘢，不嬲我哋都係我哋比賽啫。因為我哋嗰陣時真係實力都唔係好強噶嘛，係嘛？來去你成日都識講啦，羽毛球、乒乓波，你都唔係贏晒嘅喎，係嘛？咁啊，游水啊、跳水啊，你跳水你都唔係贏晒啦。嗰陣時美國跳水都好強啊，嚇。咁啊，即係你叫佢稍微見得下人，因為你有限啊。因為點解咧？運動真係國家嘅力量嘅表現嚟㗎嘛。當時，比如呢40年前、30年前嘅中國。唔係，我哋真係只係真係好點講，好謙卑地去學習，點樣去達到我哋一個嘅國際嘅體育水平。但係正如阿盧沙野啊，即係
中國駐法大使所講啦，而家你真係唔可以叫做係韜光養晦，或者你大國又應該有大國嘅樣，係嘛？體育大國亦都有體育大國嘅尊嚴。你咁無限量咁，你全部嗰啲人，搬展落就話：喂，你直情啲人喺度同我冷戰喎，又揾水潑我，一間又好冷漠嘅對待，咁即係好似你當咗我咩？你即係基本上你唔係喺度製造友誼喎。咁啊，唔好同我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啊！原來美國人或者係歐洲人咧，是獎牌咧，先至為佢哋嘅生命啊！佢哋咧基本上鬥心啫，就大過佢哋個修養嘅。佢哋個原始嘅性格咧，或者係原始嘅本性咧，大過文明嘅素養嘅，係嘛？唔輸得㗎！有件事啊，郭正亮講啊，佢點解咧？游水呢個白人嘅領域嚟噶嘛？你走咗嗰啲亞洲勢力出嚟喎，你梗係扮你啦。喂，我游你唔出嘅話咧，即係游唔過你嘅話咧，我都諗辦法啦。嗱，入你啦。喂，咁於是乎打複合戰爭，我已經講咗啦。呢個複合戰爭咯，揾弱點變成風波，風波變成壓力同埋醜化。咁最慘嘅就係嗰啲而家啲所有嘅運動員咧，西方咧都好似中咗魔咒一樣，係嘛？咁你而家好啦，我哋依然係希望呢個係友誼第一，希望比賽第二，希望係體育精神。但係正所謂咧，就係、是、莫信直中直，須逢人不仁。今次我哋可能係真係準備不足，原來真係奧運有暗算嘅。咁今次啦，但係好快就反擊啦。咁吳雨霏直情啊，就話直指你呢啲咁嘅，喂，你呢啲咁嘅奇蹟。你點解你唔講下你美國製造咁多奇蹟係咪食藥咧？咁啊，美國都好敏感喎，發覺咧，除咗係呢個張雨霏嘅反擊之外咧，哇！咁啲網民咧都似乎唔撐喎，冇乜精神，美國人喺度撐話，哇！我哋又要反省自己啦，我哋又金牌主義啦，冇人咁講喎，反為要 post 啲相出嚟啦，就話咧我哋好民族主義喎，將好多位美國嘅女子運動員賽後。脸色泛红嘅照片同张雨霏对比就话，咦，红到发紫喎、啊、你真系，咁啊好多人咧就话，哇，咁你话边有个面咁红嘅、啊？你又话系咪呢啲药系咪开始系呢个副作用变咗你个样啊？因为美国好多人哮喘嘅，尤其运动员咧，好多人食药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话，喂呢啲咁嘅即系啊，尤其是一个中国复旦大学国际嘅教授叫做沈日啦，咁就話：喂，呢啲叫非人類嘅代名詞嚟喎，呢啲叫再造人嚟嘅喎，形容呢個美國嘅泳隊。哇，所以美國就開始驚啦。喂，搞錯啊！你咁強烈反應嘅，咁你咪影響到即係中國嗰一代，唔係唔信中國嗰套喎，而係唔信西方嗰套喎。於是乎咧，就美國之音咧都冇辦法啦，都出嚟講講。喂，姐，你呢啲嘢，喂，你又似乎好似又真係踩到我喎，係嘛？哇，我哋食藥其實啲。女運動員面紅就唔代表食藥噶係嘛？即係好似我咁講啦，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係嘛？即係我面紅唔代表我食藥係咪？咁但係問題佢就話我真係好有足夠理由相信你中國食藥啦。點解咧？你只有白人先有到咁強嘅成績嘅啫嘛，邊都可能由亞洲人？你嗰個咩搬錢來就係自己攞嚟嘅係咪先？咁啊，包括呢啲咁澳洲教练都话啦，呢啲咁嘅即系基本上系 cheating 啦，你不能游得咁快啫，系咪？啊，美国可以游得咁快嘅，啊，美国嗰啲唔系人类嚟嘅，嗰啲系非人类，即系咁啊，好啦，基本上嚟讲啦，就成个嘅奥运咧系变一调啦。唔系，我担心边样嘢咧？今年仲系法国，即系巴黎啫，系嘛？出年即系下一届系美国主场。哇！美國又出到 FBI，出到國會，喂，我唔知道到時會唔會拉人喎，大佬即係，譬如話呢啲咩中國運動員有啲咩情況會俾人哋做你，佢可能你即係你好難講，而家去到一個成個複合戰爭咯，即係你我哋堅持係即係叫做競賽係一個競賽精神，我哋一直秉持住呢樣嘢，但今次我哋呢一個反擊咧，可以醒覺得到咧，可以用嘅形容詞啦，我哋可以有天使嘅包容。但系需要有獅子咁嘅威嚴，大個有大個個樣啊！咁唔好成日喺度我講呢啲嘢咧，生生硬硬咁喺度話，你哋中國咧攞唔到金牌，又係一個金牌至上嘅國家。
你哋用呢个专制嘅手段同埋一个非人道手段嚟到制造金牌。唉，我哋就相信美国咧同埋欧洲呢个成绩咧，先至系纯正。呢啲参和过嚟嘅精神西方人嘅谂法，我不同意之余咧，即系亦都要做好呢个认知作战。你睇你而家，我哋唔需要话好似鼓励阿张宇飞做一个叫做系认知作战嘅前锋，我哋唔需要，但我哋需要防线去保护自己嘅运动。等于呢个北京奥运会咧，咪好多火炬当时系全世界游走噶嘛，即系去传递圣火。我哋有护火炬手，系嘛？你知道有人去对中国不利嘅时候咧，我哋需要保护自己。所以话咧，我哋需要有几重防线去保护。嗱，好简单讲句，也难快板而家又话啲记者做嘅事啦，就令到啊啲黄彩音就好凄惨啦。咁啊，但系问题咧，以前嚟讲点解会俾人踩？你话佢唔小心，你咁讲，那个地方点可以有俾人入到嚟可能乱咁踩嘅咧？场馆保安做得唔好，你哋教练队几多责任？我哋冇装心眼啊嘛，我哋真系以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相信你西方嗰个叫做体育精神，但系你今日表现到啲咩出嚟俾我睇咧？你同我哋玩暗算、玩心战。今日仲有新闻同我讲兴奋剂事件，所以知道潘展乐攞咗100米打破咗呢个冇成绩啦，佢同嗰个药检事件无关，系咪？同一时间，大国有大国嘅样，体育大国有体育大国尊严，体育大国嘅观众，包括我哋中国人。系完全都系支持我哋国家队，呢个冇异议啦。但作为观众都需要有素养。呢个睇奥运会唔好同我讲啲呻硬嘢啦。我哋就系观赏比赛，我哋睇运动员点样努力。其实呢个成个国家嘅比赛，国力嘅一个嘅根源，好多嘅嘢都需要你即时反应。哇！我哋净系睇呢啲嘢啫，嗰啲其实你都我哋避咗唔讲，咁就喺度娱乐化。你以为中国攞多几个金牌可以振奋到中国人嘅人心咩？不够噶，仲要睇清楚成个而家我哋究竟呢个奥运会其实系八角笼嚟噶，格斗场嚟噶嘛。当然我哋都冇所谓，咁个环境我哋都可以同你比赛，但问题我哋嘅心啊，你嘅装得。你既然有咁多暗算，我哋要装好多心眼。评论体育唔好就话我好 innocent，我成为一个体育嘅绝对系一个嘅专业人士，我就净系睇体育嘅比赛嘅啫。西方为咗攞金牌，佢付出几大，包括佢哋嘅形象。比赛就比赛，赢金牌就赢金牌，呢个佢哋嘅原始嘅一个咁嘅素质。我哋要提高我哋嗰个素质嘅时候，我哋组自己嘅防线，心理防线、认知作战嘅防线，同埋在场点样保护自己嘅运动员，同埋运动员有咩心理质素要准备，要重新要再训练过，呢个新嘅体育精神。唔系，我讲呢嘢嘅时候，呢有讲，你似乎政治化咗佢喎，大国体育。嘅国民应该有大国体育国民嘅尊严同埋样子，你唔好再同我搬个套出嚟讲。体育不涉政治，体育咧就系叫做系嚟自呢个嘅希腊嗰个民主嗰时嗰个精神。我哋中国咧好多嘢需要真系再反思啦。点解呢？即系训练10万个小朋友里边只系得2个攞到金牌咧，唉，佢哋咪好惨咧！美国啲金牌生出嚟嘅，美国啲金牌喺快乐训练之下游出嚟嘅。呢啲体育员、体育评论员系咪需要？佢当然佢唔系喺旁述嗰时讲啦，系咪需要系上清上楚先至喺度拎出嚟讲？大国有大国嘅样子，
體育大過體育大過專業。我再講一次，我哋依然要有天使咁嘅包容，同一時間有獅子咁嘅尊嚴，此之為大國。長不大咁成日喺度就喺度講話，咁啊呢啲嘢完全係抽空晒嚟講話，我哋根本上啊就睇呢個叫運動價值，我哋就係睇成時間成績，睇佢哋技巧，我咁陳述俾你大家觀眾聽咁就算數。我話俾你知，人哋打緊認知作戰。点讲咧？就系阿戒名级，戒名级咧就系前嘅呢个台湾嘅外交人员啦，佢而家做咗视频人啦。佢又就窒到七彩啦。佢哋大家有冇睇啊？范振东同阿张本智和嗰场比赛，佢话真系好难得啊！唔系讲嗰场比赛，而系话竟然间台湾系全场足本转播。哇！佢话真系几咁奇怪，咁我睇唔明佢讲乜嘢，点奇怪啊！真系阿介生，原来阿介生话，你知唔知我哋买咗呢个嘅转播权嚟讲咧，完全系剪辑地去做直播，逢系有中国即系大陆嘅运动员啦，大陆运动员上场嘅话咧，全部剪晒，除非佢哋台湾嘅选手上场，系唔俾你睇到中国攞金牌嗰样嘢，唔俾你听到国歌啦，好啦。都算啦，咁啊点解会全程播足呢个嘅张本智和斗呢个范振东咧？就系、是、王楚钦快板俾人踩烂咗，输咗意外出局，即系双保险输咗啦，就系即系断咗缆啦。咁变咗范振东咧就好个实气势好弱，哀兵上阵。当时全世界都话咧，张本智和有力一雪前耻，果然比赛你见到啦，啊打到 last minute 嗰分你先至赢。咁就所以咧，就係賴清德咧就話呢個界名喺度講啊，我唔多賴清德唔熟啊，我唔知。佢話賴清德就以為張本智和一定可以打贏范振東，於是乎咧，我要全個台灣睇住中國嘅神話破滅。界名喺度講啊，佢話界名喺度話賴清德，我唔知係咪賴清德可以叫做主導嗰個播映嗰個嘅剪輯啦。界名喺度咁講啫，佢係台灣人啊，咪你揾佢負責。不過我亦都。即係叫五個人，我講俾你知就話咧，於是乎咧，佢就想喺台灣人度睇清楚嗱，范振東咪輸咗，成個中國嘅男班咪輸晒咯，咩羞辱中國大陸，因為佢哋唔認知係中國人啊嘛，係嘛外部勢力，哦原來咁噶，咁又冇人拗啦，咁究竟譬如下一場嘅乒乓決賽，阿范振東對唔知邊一位咧，好似話啱啱決咗出嚟噶啦，就係贏阿黃霜嗰個。嗰個選手啊，咁你會唔會全程直播咧？咁就知嘅。咁話俾你知，體育就係咁噶啦。而家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咧，新體育精神嘅話咧，唔係就係包括希臘嗰種嘅原始嗰種咁嘅所謂咩比賽，就係、是、我講嗰句，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新體育精神嘅話咧，我哋要長起心眼，睇清楚周圍嗰個問題，教練團、國家機器。即系我哋嘅国家嘅动员嘅能力，亦都需要注意呢一点。唔系再喺度睇话，我哋比赛啊，我哋挥咗汗水啊，我哋哎呀，我哋又叫做咁多年磨一剑啊。跟上我同咪就系呢啲嘅，该。喂，我唔系喎，我系专业评论员啫嘛，所以我唔识呢啲嘢，唔识嘅人唔好讲。边个咧？都系嗰句，体育大国有体育大国嘅样子。体育大国嘅国民系有体育大国国民嘅智慧，请大家咧职业再培训。咁我讲话，点样政治化？你自己讲咯，你哋啊，继续去宣扬啲西方嘅所谓虚伪嘅所谓体育精神，继续攻击、质疑我哋中国以体育立国，以体育振我哋自己国家。嗰、那個實力，嗰個正確嘅表現，係咪？長他人之器，滅自己威風。呢、這個喺新體育精神裏邊咧，係需要刪除。呢度我見解，你可以唔同意我，你説服我。
大家好，巴士的报除咗响 YouTube 有视频之外，响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睇。咁石楼台有好多独家内容，如果有关订阅或者系使用嘅问题，欢迎你响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610-3800，或者系发电邮俾我哋。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好多嘅资源，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报订阅石楼台。有你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继续制作。多谢大家。